大家好，很多花友都懂得用柳树枝来给兰花使用。如果说我们用得好了，它就是一个天然的生根剂；如果用不好了，它就是一种毒药，可以把兰花的根系全部毒烂。为什么柳树枝可以作为生根剂呢？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天然的水杨酸，水杨酸呢就是一种助生根的物质。那么我们使用柳树枝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具体要怎么做呢？而且要怎么用才正确呢？我们使用柳树枝呢，最好选一些当年生的，像这种比较嫩的，然后把它剪成两三厘米长一小段，用锤子把它锤一锤，然后把它放到清水里面浸泡。我们最好呢可以用多一点，像这种切成三到五厘米长的柳树枝呢，最好是用上一小抓，然后把它放到一瓶矿泉水的量当中，给它浸泡三到五天就可以使用了。我们不能浸泡得太久，如果浸泡到一个星期以后，那么它就会有细菌生长，那么细菌多了，我们给兰花用就等于给它下毒药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浸泡最多七天，最好是三到七天，这段时间是最好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用法跟用量，不能过量。我们用一小抓的柳树枝泡一瓶矿泉水的话呢，我们使用的时候还要兑上1:50的清水才能给它浇灌，这样的话就更安全。如果大家不好把握或者是没有条件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兰科中用有机营养液，同样起到很好的效果，因为它是一种有机肥，那么对于兰花的根系啊也不会造成伤害，那么就可以让自己的兰花的根更加壮，长出来的芽更加的粗。好了，这就是柳树枝的一些使用方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